在高雄的酒店有个火锅吃到饱，在优美的环境可以享受着现捞活虾、现流海鲜，还有美妙的金黄色。但看完你会想来吃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来到高雄这里了啦，然后在我们身旁的这一家是丽尊酒店，而这个酒店里面有一个餐厅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哎，只不过不知道它表现会是如何啊。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吃吃看吧 ，Go！我们总共有七种锅底，请给我麻辣汤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入座了。然后只是没有想到说，我们现在是5:30进来，我就现场，空无一人呢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
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先拿完第一回合食材啊，真的没有想到说店家他们竟然招待了我花枝姜还有生鱼片呢，真的是感谢他们啊。而且今天现场有两样东西是我非常期待的，就是活虾还有啤酒啦。我们今天为了这个金黄色的东西啊，我们特地把车停在今晚住宿附近，然后坐计程车过来了。谢谢。来吧，用这个金黄色敬你们呢。怎么感觉跟我们上次在台南吃的那一次就是调味稍嫌单调了一点呢？不过也 OK 啦，因为他今天现场这边有非常多的新鲜海鲜，而且这边还有扇贝，我觉得今晚这样子应该会非常的精彩啊。来吧，吹落去。我们光是第一盘的海鲜就把这个锅子给占得满满满的了。哦，那我们趁现在来吃一下生鱼片呢。不过在吃之前呢，我们先把生鱼片好朋友瓦萨比酱油给准备好了。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钓虾场瓦萨比啊。怎么感觉好像缺少了一股会让你感动的滋味啊？不然我觉得我们先吃个萝卜丝洗洗嘴巴呢。哦，我们刚咬下去那一瞬间，它原本稍微扎实的鱼肉开始慢慢化为液态的感觉，哇，就是要这种感觉啊。那最后这个泥蟹应该就是我们熟悉的味道了。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放凉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吃一下我们刚刚拿的熟食吧。怎么跟我想象中的感觉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呢？不过 OK 啦，我们今天来这边的重点就是火锅啦，我觉得这种熟食就是一个点缀的东西而已啦。接下来我们就让这些海鲜煮它自己的了。
懂各位啊，虽然说它这个汤头并没有什么太有特色的感觉啊，可是我是觉得扇贝只要新鲜就好吃了、啊。今天来到这边也是活跳虾，这不叫新鲜，还有什么叫新鲜呢？锅底，Oh my god！ 我是觉得说他这个锅底，该不会是他手指区那些鸭血豆腐这些捞起来用的吗？哦，那口味非常非常的重啊！说真的，我们在南部这种蚵仔产地吃到蚵仔一定会是新鲜的，但是如果有例外的话，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来吧，蛋菜吃起来。还有我们刚刚拿的鱼肉啊，都已经煮到碎掉了。哦，这个螃蟹是有鲜的呢。好了，那我们吃完第一轮的料理了，我们再去拿第二轮的食材吧。请给我牛肉各一把的，谢谢。要猪肉各一盘，猪肉吗？对，好，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拿完第二轮的食材了。还有说他们有标示今天的这个牛肉卷是重煮的，所以我们务必要煮到全熟才可以啊。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用到我们的蘸酱好朋友了。
请你救救他们呢。我们先吃原味看看呢。啊，你看干一个虾。对啊。海片，你吃的是南蛮秘鲁哦。南蛮秘鲁啊，南蛮秘鲁。你再去。遐有啊。干起啊，遐。没。好了，说说各位啦，我觉得，干脆等等肉片全部都沾酱。直接粘起来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美国 Pride 部分嘛，我觉得这应该没问题的吧。好，这次猪五花的时候，这个猪梅花一起下去了。这个比起牛肉，我觉得肉质好很多呢。这个猪梅花又表现得中规中矩一点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让这些海鲜全部下去吧，让它煮它自己的。啊，这个里脊肉应该是没到贵吧。奇怪，这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那我们来到最后的重头戏了，我们来试试看他现场的鱼浆跟我们单点一只要100元的手工鱼浆，他们差别在哪里呢？
那接下来我们来到鱼浆碗的部分的啦。我光是把丸子咬开那一瞬间，花枝的口感就嘴巴里绽放开来。可是我们在吃其他火锅店的时候，它这个应该都是标配才对啊，怎么这边就变成选配的了？它这羊筋肉咬下去，散发出很浓厚的羊骚味。这个很香哎。然后相较之下，这个牛肚就中规中矩了啦。那我们所有东西都吃完了，我们再去拿第三轮的食材吧。你好，请给我那个鸡鸭羊各一份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那这一轮呢，我们把刚刚没有点到的肉片全部这些点起来了。鸡腿肉就让它煮自己了吗？然后在这个羊肉快熟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葱花全部倒下去了。美妙葱花一点都不可以少哦。是说，我刚刚有拿南洋锅汤头来加啦，我觉得加完之后，这整个汤头味道变得好很多了啦。那我们用这一杯金黄色敬你们了。鸭肉片吃起来了，这鸡腿就吃起来就是又鲜有鲜，又嫩有嫩啊，我觉得真的是比其他肉片好太多了。我们继续解决掉这些肉吧。
哎，我们就用这个美好金黄色敬你们呢。哎，说真的，我们吃到现在，我真的是已经有一点开始酒精发作的感觉。好了，各位啊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应该要去吃点点心了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点心吃起来吧。哦，虽然说它这个烤焦糖已经化水了，可是它的布雷整体来说是非常绵密，而且是浓厚的呢。竟然是饼干加上奶油。还有说他今天的这个冰淇淋啊，比我们之前去吃全国大饭店的时候还要好挖非常多。我觉得这个是另类的一种诚意表现吧。那最后再用这个啤酒敬你们呢。那等一下我们去结账后再到外面做结尾吧。哇，嗯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回到今晚下榻的旅馆了。那我们来说说我们去吃立尊酒店的木柜工厂创意锅物的想法吗？只不过我们今天用餐花费快要760块，它所带来给我们的水准是，我是觉得是有合乎它的价位了。毕竟我们今天用餐的环境，它毕竟是一个酒店，但它今天现场海鲜的用料，我是觉得普遍都是还蛮不错的。可是他那些肉片就是，只不过好险他周遭的点心、酒水、饮料的部分，那部分我是觉得真的是提供的很有诚意啊。只不过各位看到这边，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吗？还有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！
拜拜。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去吃立尊酒店的。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去吃立尊酒店的木柜创意锅物。